工农大学的人文学系开设生活摄影这门课呢，主要的就是要为这些过去没有机会啊却喜欢摄影的同学呢开一扇比较方便的窗户，让用很简单的方法学习到所有摄影的奥妙。这门课是由陈学胜、沈文颖和我刘清白三位老师加上许多专家学者大力协助所完成的。不管你是想留住青春的脚步，还是要化刹那为永恒，你都应该要学生活摄影这门课。坐而言不如起而行，羡慕别人拍了很好的作品，不如自己拿起相机学好这门课，然后呢，得到最大的成就感。